4月23号上午，贾静雯搭机由台北前往上海拍戏。在台北登机前，贾静雯避谈离婚的话题，同时她否认媒体说她借女儿炒作的说法。我自己的家事，不过要不是因为媒体，因为这个所有网友的帮忙，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我女儿。但是我真的很高兴，虽然见女儿只有4天的时间，但是我拍了很多她的照片，我可以安心工作，我可以我可以恢复我正常母亲该有的这个权利，跟她通电话，跟她通视讯。那关于接下来的不管是我的婚姻或者是小孩的部分，我们都会以小孩的前提，对小孩最好的一个方式为最大的考量，所以也请给我们一点空间跟时间。家属份的部分已经撤除，但其他部分还在继续谈，好不好？谢谢。炒新闻，你自己怎么看？对，没有一个母亲会拿小孩的部分来炒新闻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观感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很痛心，然后我也很希望，因为我的开始，因为我请了所有的媒体的协助，我非常非常谢谢。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恢复正常的状况，我也不希望再浪费大家的这个资源了，所以非常谢谢你们。等我工作完，我一切都不知道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希望娱乐美文报道。